哎，志豪你好。哎，来吧你好。哎，然后你是我们这边的华伦小船长嘛，对不对？对，没错。好。选择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我背着标杆独自走到了东海岸。嗨，你好，我是小船长。嗨，你好，我是牛奶爸。今天我们来这边是哪里？这是基隆碧沙渔港。碧沙渔港哦，很久没有来了。啊，碧沙渔港有什么特色？碧沙有哇，这边有海鲜哦，海鲜伴手礼，还可以夜钓哦。那如果要吃最新鲜，其实我要推荐你一定要来基隆碧沙渔港，超正甜，好吃。那我问你一下，你这边的渔船特色，你是不是还可以帮人安排行程？就是他可以去哪边吃什么，介绍他们吃什么？哦，这没问题啊。你除了来我这边海游是看海钓之外，然后你可以到我们附近的海鲜餐厅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体验游程，也可以来附近逛逛嘛。这边风景也很漂亮，然后吃也很好吃。所以刚刚啊，我车子直接开到码头里面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小船长的带领。那你学了这个网络行销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一年多来，哦，最大的收获，我学会自己架设网站。对对，好，网站在这里，你们可以打上去，可以来参观我们。我觉得来牛奶爸学下来的一些心得，我网站做的蛮漂亮的。对，网站做的蛮漂亮的，而且还有参观。对，还有影片，然后还有学会一些怎么去借媒体的力量，然后来 T up， 就是提升我的专业形象，提升我的素质，然后导致让更多客户成交，来跟我下订单，来跟我买东西这样子。对对，然后还有 layout 哦，还有像 YouTube 还有一些关键字的一些设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超级无敌重要的。真的，而且我们小船长其实他做的蛮好的。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船的特色哈，就是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海钓船很像，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有特色，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地方。对，如果是一般像我们国外看到的电影啊，那种游艇啊，豪华游艇，跟我们这种海钓船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是，那我们到这边来玩，其实就是希望有一点点在地的特色的感觉，对对对，就是在地的传统渔船，对，在地特色的传统渔船。所以我们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影片，我会放一段这个我们空拍机去拍下来的这个影片，你就会知道说在这边可以看日出吗？哦，这边海上日出超漂亮，我可以肯定比阿里山日出还漂亮。那我们你这边是提供几点到几点的服务？我们可以在船上看日出吗？我有三个航班哈，一个航班，第一个航班叫做夕阳晚霞班，就下午5点到9点，还有一个午夜星空班，10点到凌晨2点。还有一个很对超，我一定要推荐，超强烈推荐，超漂亮的，凌晨3点到7点海上日出班，可以看日出的。哇，3点到7点、哦，一边钓鱼，然后一边可以看日出，然后小船长还会煮海鲜料理给你吃。那有吃够有聊够有给大家看，给大家省，哇赞的，哇太棒了。然后我们这边呢也会打上他这边的料理的照片给你看一下，没问题的。志豪，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上这个网络行销懒人包的课？哦，因为其实事实上我本来是自己学啦，然后后来我也有，其实我不止，我本来是有跟过其他网络行销的老师，然后其实因为你有跟过其他网络行销的老师，因为好一个好东西好产品其实都比较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牛奶爸是非常用心，而且非常棒的老师，这样子很耐心，很有耐心这样。我有加奶爸 line at 啊，我觉得对。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我只是因为像我是新手，我很笨，那我什么都不会。没有没有，你很聪明，我觉得你很聪明。然后奶爸就会有时候蛮有耐心，不厌其烦就会教我。而且我问一个问题，有时候虽然我们在网络上看，然后可能交往，可是你还是有些疑虑，然后就问奶爸，而奶爸大概半天之内就会回你，马上看到你。我觉得在奶爸这边学习有个特色，就是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可以好像有随时有人陪在你旁边这样子，那你觉得很安心，那你再问问他就会有人给你解决。就算奶爸没有时间回你很忙，好，我们这边还有群组，还有同学都会互相照顾，就有学长啊会跟你讲说，哇，这个很棒。所以我觉得这推荐我一定要参加牛奶爸的网络形象男人包，这是我强力推荐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学长姐啊都很 nice 啦，就是他们其实会帮我们其他同学帮忙解答问题。那有时候我问题还没看到的时候，其实其他同学已经帮忙解答完了。我们
进来的这些学员哈、哦，其实程度都还蛮高的，我觉得哈、哦，不管在各方面，我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虽然说在网络行销方面这个问题有些比较粗浅，但是在社会经历上面啊，大部分有很多在他们本业都非常非常的专业，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我学习的地方哦，哪里，所以我会今年为什么我会特别来专访一些同学哈、哦，我其实希望时间够的话，尽量多专访一些同学，然后把特色介绍给大家，然后大家学习的过程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基础不同嘛。像小船长他的特色，其实大家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歌声非常的好哦，拍水杯来，我啦。然后你欧露啊？对，然后这边的那个环境跟一般的商家又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哈、哦，真的很感谢小船长今天带我到基隆碧沙渔港一游。啊，等一下我们要去吃什么？哦，我们等一下要吃海鲜哦，等一下顺便要不要来台湾海鲜？波吉啊，他跟我要吃海鲜啊、哦，很赞哦，等一下看完就会流口水哦，我等一下带奶爸去吃海鲜。那我们等一下就 take 一些海鲜的照片给你。OK， 好，感谢，拜拜。谢谢，谢谢。哎，小船长，哎，帮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船到底有什么特色啊？这是那么多灯泡，到底在干嘛的？哦，这灯泡，我们晚上夜钓出去，灯泡很重要。这灯泡要越亮越好，越亮越好。鱼，因为晚上鱼有趋光性。哦。对，然后这样鱼就会集中，要更集中这样子。哦，好。对。然后后面也有，上面也有一些雷达。对，雷达干嘛？可以扫附近的船。然后就说，在大雾中航行，然后那个雷达就很重要，可以搜索到附近有什么船只可以闪避。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我们一些客人啊，有一些钓法，传统的钓法。Uh-huh. 一般我们钓鱼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真饵的钓法，对，还有一种是假饵的钓法。啊，这是假饵的钓法， oh. 我们这叫铁板路亚。哦，这是铁板哦，铁片哦，然后很像仿鱼，有没有？然后我们这样杆子直接甩出去的时候，然后晃晃晃，那这就像一只鱼在那边游，然后大鱼就去追那个小鱼，然后它吃的时候就吃到那钩子就中了这样子。啊哈，这叫假饵，就晃，很像，我们就一边拉一边晃，然后那个铁板像鱼在游泳这样子。哦，看起来像假鱼就对了。对，然后那鱼大鱼就被骗到了，它就吃这个小鱼，然后你就中鱼了。这边。我们一般客人都会坐在这边椅子上面钓鱼。OK。哦，然后竿都会插在这边。哦、oh.。对。然后你可以一边钓鱼一边看着夕阳啊，看海上日出啊。然后有些想要摄影拍照，可以到船头 ，view 很好。哇、wow, ，船头。船头的 view 在这边可以站上去啊，可以看日出、看夕阳、看日落。哦、oh.。哦。那你可以学铁达尼号这样子。可以学铁达尼号。船长室。哇、wow.。这个是那个图，就是那个。那个卫星可以看卫星、嗯、像我们在陆地上不是有那个Google 导航吗？那这是海上的卫星导航，可能在这个碧沙渔港里面，那到时候你开船出去它会显示你在海面上、嗯、在哪个位置这样子。鱼探机可以，鱼探机它会显示深度，那船长有时候管播器说哎、嗯欸、目前多深有鱼多深有鱼，那你就可以船长，那我们有些钓竿上面都有深度表，我举例你看这里这边，你看有些钓竿，你看上面都有深度表，有没有看到？来看镜头，导播镜头近一点。来，镜头近一点。深度表有没有？然后船长上面有鱼探机，好、哦、探说，哎、欸，多深有鱼？然后你下面就可以放多深，哦、放到多深，你就可以钓到鱼了。中鱼，你可以提高你的中鱼率。我们很科学的钓鱼会跟你讲，哦，你放多深，哦，水深几米有鱼，那你就放到几米，放到多深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对，好玩就在这里。哦，所以有些仪器，精密的仪器很重要，帮助让客人提高中鱼的几率。这样子，上船请记得一定要穿救生衣哦。对，我们这艘船可以22个人，二十二个人，对，最多可以到22个人。哇，好，只要带身份证就可以出港了。小船长，我们今天来哪边？哦，郎客啊，我今天带奶爸来吃基隆最有名的。鱼品鲜海鲜餐厅，哇！你看这个，哇，这很丰富哎。怎么看？哦，导播镜头也可以近一点，看一下这个菜。哇，近一点。那哇，姐姐，老板娘，这个是什么？香煎中卷。香煎中卷，哇，好好吃啊！哇，真的很好吃哎。哦，哦，哇，好好吃哦。哇，你要怎么夸张啊？一定要来吃看看。嗯，没有上节目上太久了。嗯比较有重意的感觉。中意刚好。
啊，这个啦，这个一定要介绍，这鱼饼现在强项，这个老板娘这叫什么？白鲳米粉汤。这叫白，这是白鲳鱼肉。白鲳鱼肉啊，哇，炸起来料都很大块，你看，还有这米粉，哇，吃起来很顺口哎，超好吃的，用料很扎实。看这个，这个呢？这是我们的冠军炒饭，鲱鱼软炒饭。你看它里面有一粒一粒的，你看鲱鱼蛋，很营养哦。这个鱼品轩海鲜呢有拿去比赛啊，然后他们得过冠军的鱼品轩特色冠军炒饭。哦，还有这个也要介绍一下，这个是本港的，对，鹿角菜，对，这很营养哦，有胶原蛋白。对，现在四月份开始产季，看起来好可爱哦。就是它壳很薄，然后肉质又很饱满。奶泡你一定是第一次吃。第一次，看都没看过，真的没看过。它炒也非常好吃，那它是盐烤。再讲一次，这个叫什么？竹蚶。竹蚶。竹子的竹。竹子的竹。蛤蟆的蛤，那个对。一个虫字旁，这个河。竹蚶。这怎么吃的？你看，啊，这边帮他剪。壳壳轻轻剥开就好了。剥开像这样子。这个壳包肉多，哇，这个哇都是肉嘞。哎呦，你看，哇，蓝 K， 你看看。你看鹅哎。哇塞，这吃看看。哇，来吧，尝尝它味道。哇，好好吃啊！好好喝。这个鱼饼真的，多假呀！今天奶爸来对，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带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哇，太好吃了！哇，这个很补，是男性的圣品。男性的圣品一定要吃，吃完暗时啊，冰冰球，真的吗？冰冰球，哎，我唔敢食。我每次进港回来，现钓的海鲜料理都会找这家餐厅处理，因为它你看那个摆盘啊、菜色啊，色香味俱全，哦，好赞，好这个赚到了。你看，我有好几百位学生，可是很少有学生这么有特色的。其实还可以来吃海鲜，但奶爸来吃哈，有吃又有玩这样子，加赞。那我们继续吃啦。恰恰咪阿莫拉巴咪罗拉韩国咖咪罗咪法咪利亚尼尼那丘那那斯波莫恰看居家那亲嘴阿爸你敢也有在听，听着不用心手的歌声，无论有苦地也是风台地，我是走江湖的艺人。阿娘你敢也会知影，我伫咧外口真正打拼，不通来等我，拢是会手抓，袂乎你真正头前的唱错了。那听到歌声，我的心情较快活。我买了一山又一岭，演唱起你的歌声。
here. You may sense of menace when by sailor to his by your thread. I've lost my way, but still you seem to understand.啊，又忘了，好了，就这样一段。OK， 好。